足厥阴肝经，简称肝经，是人体十二经脉之一，与胆经互为表里。肝经上一共有14对穴位，中医经常利用这些穴位治疗肝胆、眼科疾病等，如头晕目眩、胸内痛、疝气、肝经堵、全身堵。肝经淤堵后会引起肝血不足，从而导致身体许多部位出现问题，比如面色萎黄、神情憔悴、声音嘶哑、气喘不畅等。如何预防或解决肝经淤堵？坚持每天刮拍打大腿内侧，大腿内侧是肝经的循行路线，因此刮大腿内侧就是疏通肝经，促进肝经的血液循环。每天坚持刮大腿内侧有许多好处。一、驱肝火刮肝，经有助于驱肝火，从而缓解因肝火过旺引起的舌红苔黄、发热等症状。二、疏肝理气刮肝，经有助于疏肝理气，促进肝经血液循环，从而达到预防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效果。三、增强肝脏功能，中医认为肝主藏血，主疏泄，肝经一旦淤堵，就会影响肝脏的藏血和疏泄功能，从而影响整个机体的正常运行。因此每天坚持刮肝经，有助于畅通气血，增强肝脏功能。四、疏肝明目，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，肝和目息息相关，养肝就是养目，因此刮肝经在疏通肝经的同时还能够明目。五、缓解疝气、腹部胀痛，肝经是人体十二经脉中唯一一条绕生殖器循行的经络，一旦这里的经络淤堵，就会引起疝气、腹部胀痛等病症，而刮肝经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病症。这里为大家介绍两种刮肝经的方法。一、用手掌掌根或手掌握拳后四指的第二关节，从大腿根部由上往下推至膝盖处，每天一次，每次300下。注：为了避免擦伤皮肤，可事先涂一些肥皂润滑。二、自然仰躺于床上，双腿微微蜷起，双脚脚心相对，然后用擀面杖从大腿根部由上往下敲至膝关节前，力量可由轻到重，但必须控制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，切忌对身体造成损伤。了解更多关于中医养生的知识，可以留言或关注我们，中医养生，健康一生。